来看镜头，来啊！快乐再出发第二季的第一天，我们在快乐中结束。有旅行的快乐，有兄弟们一起劳动的快乐，有丰收的快乐，有王大姐乐观的精神带给我们的快乐。很荣幸认识和了解了王大姐，我相信有无数像王大姐这样的人，乐观且勤劳地生活着，用他们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，也用他们的乐观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。用他的言行告诉我们，其实最简单的快乐也是有意义的，成为我们平淡生活中最美的色彩与调剂。我们带来快乐，也接收到了快乐，也希望这份快乐可以传递给正在看节目的你们。晚安。